别这么了，哎，我得赶快种个草，造个扯栓。我们这个薅羊真是越来越难干了，处处被打击，处处被针对，日子太难了。哎呀，这一上午什么也没弄着，就今儿个破猫着。哎，真是的。继续努力呗。这车哪能停咱来呢？挡道，车门还没关。还真没关啊，这不是给我发财的机会吗？哎呀，快让这死胎了，我侧门哪么开开了？不净做这个事儿管事了吗？这哪么还有个影呢？不会是小偷吧？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这不总是个人儿，我现在什么都是这样雇佣嘞。哦，我没事儿没事儿，他应该不是车主啊。你这哪么了？哦，没哪么了，我在那儿看看，火了吧，发动不起车来了。发动不起车来了？哎，那是不是没加机油拉杆了？不能呀，我上个月刚加的机油。刚加的？啊，那它就是碟片没电了。更不能，我刚才一会儿还在这儿开来呢。也不是啊。啊。你今天算是碰见贵人了，我跟你说，俺家是开修理部的，20多年，这点小毛病分分钟我就给你搞定。我给你看看。没事儿，你赶紧忙忙你的就行了。就点小毛病，我一会儿找个人来看看，我自己捣鼓捣鼓就好了。你忙吧忙吧，别耽误你养生。哎呀，我给你看行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你上哪找人是不是？哎，没事。我先给你看发动机。哎，不用那，不用，这没事儿。我，哎呀，你这发动机也没问题啊。我这问题出哪儿了？来了。我都说了是个小毛病了，哎呀，我自己捣鼓捣鼓就好了嘛。你知道你这问题出哪来啊？你这个原车不是原厂的吧？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是啊，我自己又后配了一把。后配的？啊，就是因为不是原厂的，所以它有时候哈反应不是很灵敏。哦。怎么你现在就发动不起来了？是呢，现在车都太高科技了哈，太智能了。行，那谢谢你啊。哎，不用客气。啊，你明儿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不对呀，你怎么了？你现在这个月车也发动不起来，你要自己一个人还得找别人，多麻烦啊！哎呀，我就好人当头低，我帮你发动起来吧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得用月车的月车才行吗？啊，我能给俺媳妇儿打个电话，让她给我拿过来就行了。哎呀，麻烦那媳妇儿干什么？有我就行了，我上去帮你出起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出起来啊！啊，对，我得续动咱的车来哈。这边我上去帮你出，你就上后面帮我一提，好不？哎，不行，麻烦了呢。哎呀，这边一会儿就弄好了，听我的吧，帮我一提去。你这连用都用不起来，太轻了，使劲儿。
不停，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哎呦我的妈！他们又出去了吗？你说啊，你是几笨啊，提了半天没提起来。不提了不提了，啊，提不动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现在感觉啊，我现在四肢无力啊，哎呀，都起不来了。哦，行，你明儿我给那媳妇儿打个电话啊，你等。啊？喂，110吗？咱里有个小偷在偷东西。喂。嗯，已经被我制服了，动都动不了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赶快过来吧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是小偷了。啊？那你还刚才？陪你玩玩嘛。你套路真心了。